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针对的不是一款产品进行一个测试，而是针对一款固件升级。索尼呢，前不久其实升级了它在 A9 上的这个固件，最新的版本呢是 5.0 的这个版本。那官方的说法呢，实际上是重大升级，很少，因为我们之前里面对于相机的这个固件升级可能重视度并不够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改改 bug 呀，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优化。但是这一次 A9 上面的这个5.0版本的固件其实是一个重大升级，主要针对的包括像对焦系统啊，然后实时跟踪啊、实时的眼控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了很强的一个优化。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带了两台 A9 还有135GM 这支镜头，我们来进行人像上的一个实拍，来看一看它的固件升级之后的效果到底有多么的显著，有多大的区别。有人说A9 升级之后其实是一台新的相机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来看一看。